大学毕业之后还有跟雨桐联络，你没有听说吗？27年后，解开青春谜团。他得癌症去世了。当初大家都以为他们会终成眷属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骗了大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高三生，加油！奇幻同学会，1月1日卫视电影台首播。